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TOPIK 中级词汇副词的第三节课。那我们先复习上节课我们讲过了什么内容啊？第一个呢，更怎么说？훨씬更的意思。第二个呢，의외로意外的。第三个呢，수시로随时。然后呢，분명히啊，分明的。然后呢，당연히当然。어쩌면有两个意思，有的时候是也许，或者是呢很难说啊，有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啊，어쩌면怎么会那么的啊？还有呢，비록虽然后面应该叫什么呢？비록 하지만下面呢，끝내最终的意思跟这个결국一样的意思。那么상관없이跟관계없이一样的意思，没关系啊。那么쓸데없이是没用的意思，白的意思啊。那么就是上节课我们学过了10个副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讲副词的第三个部分的第一个啊，자꾸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经常、总是的意思，자꾸。那么第一个呢，친구들이 자꾸 노래방에 가자고 해서 노래방에 갔다。那么친구들이啊，朋友呢，자꾸常常的说노래방에 가자고啊，我们去这个练歌房吧，가자고 해서，因为他们总是让我们去练歌房，所以呢노래방에 갔다，所以呢我就去了这个练歌房。자꾸是常常、总是的意思。那么下面呢，성적이 자꾸 떨어진다啊，성적什么意思？成绩啊，자꾸总是的떨어진다总是下降，这个成绩总是下降的意思啊，这个就是자꾸。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？이미啊，이미非常简单，跟这个벌써是一样的意思，后面是加这个过去式，表示已经的意思啊。我们看第一个，이 일은 이미 끝난 일이니까 더 이상 말하지 않았으면 좋겠어啊。那么这个那个事情呢，그 일은 이미 끝난 일이니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더 이상啊再也不要说더 이상 말하지 않았으면 좋겠어。那么这个않았으면 좋겠어表示。是什么什么就好了，希望你不要再说就好了，不要再提就好了，这个意思啊。看下面的，경찰이 왔을 때는 도둑이 이미 도망을 간 후였다。那么경찰이 왔을 때，警察来的时候呢，这个도둑是什么呀？这个小偷呢，已经啊이미 도망을 가다已经逃跑了，도망을 간。후였다已经逃跑之后了，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已经、이미或者是벌써都可以的意思啊。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呢？어쨌든什么意思啊？아무튼